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你们是哪一家？代表哪一家的？我是台湾日报，他是新岛日报，台湾新岛日报。有一个，好好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那个 Water 张是，那个是台湾什么？那个还没来，今天还没有，那个是他，是你吗？对对对。好，那他念什么报？我们很多报了。今天念，还要差一个世界日报吧？还没到，还没到。什么报纸呢？念。台湾日报、台湾日报、新岛日报，然后中国日报、台湾时报，然后哥，你现在是华夏嘛？对，新闻底特辑。台湾日报，你不用记了啦，不用记，不用念了，我们到时候给你就好了，这个不重要。那个很荣幸，我今年在大家的支持之下，那个当选今年那个单门报华协的主席，那我是第34任的华协主席会长。那我希望我们在未来的几年里面，能够团结咱们不分种族、语言、文化，或者是肤色、年纪，大家都能够团结在一起。然后呢，把这边的教育、环保以及健康，甚至于社区的安全，希望大家团结努力，一直把这几个项目把它做好。我们希望是真的不分种族、不分语言、不分年纪，也不分你我。我希望大家 united together， 希望把咱们社区的力量融合在一起，团结在一起，发挥我们华人的力量、华人的声音，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。好，谢谢。